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下面我游戏是《侠客风云传前传》第九集又迷路。那我们现在要拯救天龙教去攻打其他门派的时候，我们要去救他们。然后我们现在有两个关卡可以选择，那一个是救援霹雳堂，一个是救援天山派。那因为霹雳堂这边呢剩一回合，所以我们先救霹雳堂好了。霹雳堂掌握了破坏力强大的火器技术，加之地处西域，那天龙教头号目标。消息指出，天龙教将由大漠伏击至金丝归来的霹雳堂。这边的剧情对话应该不会太多。只有阎罗一个人吗？只有阎罗一个人。帮主，和烫子回报了一日，天龙教大漠中设伏突起的霹雳堂车队。做了好准备，听我指示。天龙教的妖人要我等投降，那是痴心妄想。不错，我霹雳堂绝不屈服于魔教。嘿嘿嘿，小女娲儿真精彩。不知你若是见到了爹爹弹指花墨的形状，又会做如何反应呢？你，嘿嘿，小子们，咱们好好说服霹雳堂清堂主，让他们知道和天龙教做生意稳赚不赔啊。想和霹雳堂做生意，先问过阎罗吧。阎罗，是丰都的人。丰都阎罗，你这是丰都？秦思荣，殿下，你有两个选择：给天龙教给灭了，或是受我丰都庇护，保全你霹雳堂一脉生息。你的意思是要霹雳堂归顺于丰都吗？如此和天龙教又何分别？阎罗可大可撒手不管。任你霹雳堂为天龙教所灭，我受我丰都庇护，阎罗乃敬你为霹雳堂秦堂主，彼此各取所需，济困扶危，共享其利，选择权在你手上。爹，听他的说法，似乎要与我们结盟。好吧，阎罗，便信你一回。你丰都要和天龙教对着干，咱们霹雳堂势必也无法置身事外。秦堂主果然快人快语，放心吧，阎魔必当履行诺言，保了你霹雳堂周全。但我杀退天龙教的贼子。哎呀呀，老夫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俩结盟啊，只能杀人啊。可别人霹雳堂的人溜掉了，上，受死吧。秦思荣败退，我方全灭。直接用青城派人员霸体了啊。那叫大上行。好，这样。这样也是一次打四只。年轻人，不要那么冲动，和气生财嘛。哦，不小心找到一个宝物。哎呀呀呀呀！这个真是不好意思呀，不小心手滑了。便宜雷火弹，痛啊！其实应该是不会死啊，这个队伍。秦思荣在哪里啊？这里。打打打，每天都打，你们他妈打不腻是吧？为什么你的配音这么烂啊？是那个小王他们的那个小兵的口白。打打打，每天都打，你们他妈打不腻是吧？看什么看？再看打爆你的头！好。
青城弟子真的是强。看什么看？再看打爆你的头！我觉得我们不帮他们，他们应该也不会打输才对啊。感觉他们蛮……我看一团小兵多么猛啊！轮到我的回合，螳螂拳。强哦！在前传中呢，古月玄学螳螂拳，我觉得也蛮好用的，攻击力也蛮高的。哇！我死了。连击，还好嘛，不难啊，简简单单，送你上西天。这关蛮简单的啊。哼，呀，天龙下妖了，尝尝我霹雳火弹的威力，子弹，霹雳螳螂中掷出数颗黑色弹丸，跟着一阵轰隆巨响，暴风激起了大漠尘沙，好似一条突然自沙海中窜出的绞杀，霎时之间血肉横飞，哀嚎之声此起彼落。哎呀呀呀，看来到此为止了，小老二可不能把命在这给赔上了。慈文天大人呢？快救我们啊！慈文天大人，大人丢下咱们逃了。啊，阎罗王饶命啊！统统捉起来，问出天龙教接下来的动向。是，你们几个大队留下护卫霹雳堂。是，阎罗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天龙教这是想一统武林。不错，天龙教已经展开了行动，不止你霹雳堂，只怕各大门派都会陆续遭到天龙教的攻击。喂，阎罗王，那你封路目的又是为何？为什么要救我们？红桑，小姑娘，阎魔的目的是集结更多的力量，将另一个幕后黑手揪出来。另一个幕后黑手？天龙教义不过是个被嘲弄的棋子，这来龙去脉你们日后便会知晓。往后若有用得上霹雳堂之处，阎魔会遣使相邀，到时还望秦堂主魔王今日之愿，鼎力相助。连丹生回身跨了一匹骆驼，望得一脸青黄桑。小姑娘，你可要像今日一般保护好你爹爹。这是当然，不用你操心。哈哈哈哈，好，我们走。爹，你信他的话吗？卷入这场火拼，怎么不信也不行啊。霹雳堂救援成功，霹雳堂弟子加入队伍部队。赞，哇，好多哦。我记得好像只能救五个人吧。哇，海沙帮、奢王庄、成都、青城派。哦，青城派一定要救一下，青城派的那个，哇，只能救几个呢？好啦，那我会先统计一下我救了谁，然后，我每一场我都会把它录下来，所以大家不要担心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拯救霹雳堂的
的剧情到这边结束啊。那如果没到我看到影片左下方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右下角的订阅按钮把铃铛给打开，欢迎到粉丝按的赞，以中间消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